今天几号？二月二十六号。昨天几号？二月二十五号。几月几号是春节？二月一号。你是哪年生的？1998年。你是什么时候来中国的？去年。你打算什么时候去北京？下个月。年、月、日、号。去年、明年、今年、年底。这个月，下个月，月初，月底，Thanks for watching. See you next time.